12月2日，电影《奇迹》曝光首支预告，易烊千玺为救妹妹，打得了流氓，修得了手机，建得成厂房，一群平凡小人物组成奇迹小队创业。合伙人。都为了规矩啊，受损还敢杀？只要咱们努力，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影片由文牧野执导，宁浩监制，易烊千玺领衔主演，田雨、齐溪、王传君、张宇、杨希明加盟《我不是药神》的台前幕后班底重聚，奇迹再次展现导演文牧野浓郁的现实主义笔触，刻画出一群鲜活的草根形象，讲述发生在奇迹之城深圳的这片热土上的草根逆袭故事。目前已经定到2022年大年初一。此前，易烊千玺已经靠着《长津湖》霸屏国庆档，目前《长津湖》已经登上中国大陆影视票房第一名。奇迹有着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班底，又是合家欢的春节档，想要不霸屏也难呀。